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可你喜欢他，不是吗？你喜欢他，在他身边那么多年，就看着他换了这个换那个，你连屁都没敢放。何故？你见不见呢？够了，我欠你这份，不是为了让你教训我的。我先走了，后会无期吧。祝前途无量。何故？是不是除了跟宋君涵有关的事儿，你都有这么强的自尊心？你明明是一个把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，可唯独遇到宋君涵，你就什么自尊都不要了。何故？他根本不喜欢你，你图什么呀？有什么是我不能给你的？宋君涵不喜欢我不是他的错，他不欠我什么，我也不图他什么。够了，风筝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我选择怎么过怎么活是我自己的事，再见。谢谢何总带我们过来了。是啊，这个点最不好打车了。快进去吧，顾总该等久了。好啊。喂，君涵。干嘛呢？有饭局。无聊，过来陪我。现在走不开，我晚一点。多晚啊？9点吧。不要，现在过。这个饭局我真的走不开，我尽量早点好不好？你看着办。何故？在外面站着干嘛？走，进包厢。打个电话。谁啊？女朋友催你回家吃饭吗？不是，走吧，顾总，大部分人都到了。走，一起。好。何故？上次我跟你说的事，考虑如何？我知道你不能理解，已经干到这个位置了，偏偏还要动荡。您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而且那边年薪更高，不算动荡。有道理，可我也真的舍不得你。你再考虑考虑，要不要跟我走？我敬顾总一杯，祝您在新环境里大展宏图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我看你今天一直坐立不安的，是有什么急事？有点。既然有事就先回吧。改天我请你吃饭。还是晚了。外卖吗？